头一痛，我又看到一个飞行器了，一个飞行器了，飞行器了，现在我看到那个周围一圈都是那个飞碟，飞碟周围一圈围成一圈的，飞碟是这样像波浪形的啊，一块高一块低啊，如果从上往下看是个圆弧，从侧面看就是个波浪形的啊，波浪形的，波浪形的我们以前学过那个正弦波。什么之类的啊，就产生一种波来，产生了一种波啊，这种波啊，倒过头来发射出一种信息，这个波啊发出一个信息，以后啊，把整个发射中心都给干扰掉了啊，发射中心都给干扰掉了，不但是飞机收不到信息，连整个发射中心都，都静音了啊，因为那个在形成这个，正弦波的时候啊，就把下面那个发射台啊都抑制掉了啊，抑制掉了啊，这个更大程度上阻止了战争的进行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